大家好，这里是河北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。今天这是谁买了一匹小马？什么造型？这是不上车？给他转晕是吧？原地转两圈，咱们给他绕两圈啊，混乱他的方向感，然后再给他弄上车。谁的衣服？这是有没有可能人家靠的是嗅觉？哪个方向都不懂。在我家是太放了。走，三个人商量去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，好，哎呀，完完，哦，好了，刚好出溜进去了，拽进去了都，能扔到这，好了啊，这是发到哪儿的？河南安阳。多少钱买的？一万一买一匹小马。这个之前是能签的吗？对，是吧？能签能签的。对。啊，一万一。